是没话讲咯。那我们不要讲太多，直接先唱好不好？ 好我怕因为真的很多故事又影响大家演出的心情，直接欢迎我们欧巴马赖少女少女。在百人初选时以加分题跳舞过关，之后的比赛圣恩更带来许多热力四射的劲歌热舞。秀亮毕业之后就开始接了很多一些大型的演唱会啊，还有尾牙，还有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我觉得参加这些活动让我学到真的很多东西，像我之前就是比较会怯场，然后我在之后商演也学到就是比较不会怕人群，比较不会怕舞台，只要是哪里有舞台我就要去哪里表演。我在之前表演之前就是压力很大，然后表演完之后我受到东方神起的歌迷的肯定，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也更坚定我自己说我就是要做，我就是要做这些，我就是要走这条路，我就是爱唱歌，我就是爱跳舞。在星光我学到很多，可是我最珍惜的就是交到这个朋友，就是学姐叶伟婷。在台北啊，我只要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去找她。我们两个就是个性很像，就是喜欢把开心的那一面就是带给大家，而且会督促对方。先赶快去屏东，因为明天还要去录就是的超级部落客的。圣恩弟弟，虽然有点恶心，比赛完之后我觉得你最大的成长是对自己有更大的责任心，这样他知道我们的辛苦，所以他在表演方面就更努力，这样子还蛮用功的，就是蛮对自己负责任的，然后又不会辜负他的家人所对他的期望跟关心，这样。サバオコキドゥヤ，其实就是你辛苦了，然后很高兴能够我们还是一起可以在一起唱歌，这样。好友及家人的支持让圣恩更有动力向前迈进，这次他要让大家看见更有自信更加热力四射的赖圣恩。Girl, I know 만족만년생각저녁에나사시로하마보게안보여아멘내가잘해잘하는지내게말해줘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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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내가내가내가멈춰내게내게내게빠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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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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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Push up, push up, push up 손이말고말고말고미쳐미쳐 baby 나
알아 사람이니까 바로 띠띠띠띠 girl. Sorry sorry 내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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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빠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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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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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 up push up push up 속이 말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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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내가 미쳐 baby. Yeah. 哦，奈森，你是把今天当决赛哈？没有，哇，拼劲十足哎！怎么样，小胖老师？这个太开心了，谢谢，而且，我还从来没有完整听过这首歌曲啊。透过你这，对，哦，这个换气的部分你怎么处理的？对啊，因为人家的团员是十几位在轮流唱，是你一个人呢，是。分享一下，所以我很累。有啦，有听出一两次的换气，没有 on timing， 没有在拍子上。太难了，因为他还要跳得那么用力。是，能歌善舞，大概星光大道就是你了。哦，还有叶伟霆，还有叶伟霆，对不起，对不起，恭喜女生，谢谢。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看分数哦，好吧？看你能不能回来哦。赖声的分数是，请评审按灯。赖声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5、16、17、18、19、20、21、23、24。谢谢。好，你看那小朋友多讨厌，一直在讲，哎呦，赖声你真是了不起，哎呦，怎么做到？你要给4分，人家都给5分。没有，容我提醒你，圣恩，你的 vocal 其实还可以再好一点。好，我不知道你这一阵子忙什么，而且我觉得你的歌唱是可以超越你的舞蹈的。我今天给你高分是因为舞蹈，不是绝对不是因为歌唱，希望你明白。谢谢老师。对，他舞蹈也是专家啦哈。好，听说你现在变主持人，就是跟小叶学姐。嗯，还好是有小叶啊，不然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学姐教我很多。小叶学姐来出列一下，带着麦克风来。他们主持的这个节目是圆明台的一个外景节目，叫做《超级部落客》。对，所以常常在访问的时候是你在讲啊，他在干嘛？笑，他就笑。就笑，对，像外景节目事后还要配 OA 时嘛，对 OA 那个很难吗？对他来说很难，其实因为有的时候要那个情绪起伏，对，可是他有时候会害羞，不好意思表达那个很夸张的这样子。哈，你跳舞这么夸张的，嘴型都那么感动了，配 OA 时不敢因为那个安跟安会分不清楚。哦，对，那来试试看啊，南港展览馆。惨，又来又一个安不分的，不是？可是陶思姐一开始反而我很顺，她都会一直 NG， 一直重螺丝，结果我都被她传染了。哦，一定会，这种会这样传染，很严重，很严重。就是比如说一个话，就是其实蛮感性，就是说年轻人的朋友，不管在都市中还是一样，非常努力自己的兴趣，然后从来也没有忘记自己是颜志明。是原住民，不是颜志明，这样子就被他传染。好想看你们的节目，太好看了！把你跳舞的自信拿出来就对了，好不好？来给他一个拥抱 ，Welcome back！ 好看啦，谢谢。